从分子原理来说，做了很多年实验以后知道，光作用于视紫红质里面的视黄醛，视黄醛掉下以后，视紫红质的结构有变化，它的结构或者叫构象 conformation 的变化以后，影响它与细胞内的小肌蛋白的结合。小肌蛋白这是一类特异的叫 trimeric 三萜体肌蛋白，那么它有 alpha、beta、gamma 三个亚基，在光作用于 rhodopsin 构象变了以后，这三个亚基分开来，那 alpha 亚基有特定作用， beta、gamma 亚基有其他作用，其中在视网膜里面 alpha 亚基可以作用于一个酶叫 phosphodiesterase 磷酸二酯酶，这个磷酸二酯酶平时是随是把 GTP 随解成 GMP 的，所以通过 Gα 作用 PDE 以后，那么就影响了 GTP 的含量。 GTP 是Cyclic GMP 是一个小分子，这个小分子俄国人在1983年证明它是维持细胞膜上离子通道的开放和关闭的，当它在的时候是开着的，开着的时候钠离子钾离子进去，当它不在的时候钠离子钾离子不进去了，所以调节了钠钾离子的内流，钠钾离子、阳离子造成膜电位的变化，膜电位变化以后影响它的神经末梢的递质释放。这里还有一个奇葩的事情，它感光细胞没有动作电位，是绝对电位的变化，然后导致递质释放的差别，而不是递质突然释放和不释放，这是细节。然后在它有作用以后再作用下一期吧，嗯，这是感光。那么感光以后就有颜色，颜色胡克也提出过原理，他说光照到视网膜的角度不同产生不同的颜色，这次至少是他错了，所以争论起来也没关系。牛顿曾经想过是不是颜色一定要七彩，是因为跟音符是一样，他说这一点道理也没有啊。那个王海茂说这个一点道理也没有。所谓的色觉的三原色是一般是认为是 Thomas Young 提出来的，因为他很聪明，但实际上在 Young 以前 George Palmer 就提出来过，他说光有三束，这三束只有三束，每一束对应于黄，一束对应于红，一束对应于蓝，而视网膜上有三种颗粒，视网膜表面这三种颗粒分别对应于三束光，然后每一个颗粒就被一束光所震动，所以这样造成色觉。Thomas Young 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神童，然后他也提出过三原色，他分别对应于红、黄、蓝，在他提出的时候他说过实际上是视网膜上可以无穷多的颗粒，但是呢只要三种就可以了，足够了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色觉，我们可以看见的色觉。如果是三种就足够了，比如说这三种就可以了。麦克斯韦发和 Helmholtz 都发展了 Young 的理论，然后 Helmholtz 具体提得很清楚，他说实际上是在我们可见光范围内，你只要有三个分得足够开的波长的光我们可以感受就可以了，我们从物理上无法推出来我们实际上三原色是哪三原色，是推不出来的，所有叫你背出来三原色的中学的老师或者大学的艺术老师，原因是他们都不懂科学，特别是不懂神经生物学，是瞎说的。
所以实际上要具体检测有色觉的动物的视网膜，它到底对什么样的波长敏感。然后在1866年的时候，这是他画的一个图。真正要做，那当然得做实验研究，人到底是几原色，到底是对哪几个色感敏感，是1964年 Johns Hopkins 的科学家才做出来的。然后他分别最敏感的波长是564、533、437，这三种如果你一定要逼近颜色的话，是黄、绿和紫，不存在红。所以严格的说，应该叫对长波长、中波长、短波长敏感的神经细胞。但是因为原来已经用的太久了，所以还有时候把这个叫感黄、感红、感黄、感紫，或者感红、感黄、感蓝，这是一个习惯的用法，而不是真正的科学。这些感光细胞和含的感光蛋白，它敏感的实际上当然不是一个波长，它是以这个波长为最敏感的，而在这附近也能感光，也能感受。这些感受色觉的都是这些视锥细胞，而不是视干细胞。DNA 双螺旋，然后一条 DNA 链上与另外一条 DNA 链上形成互补。既然碱基互补，那么我们从一条链可以推出另外一条链。这上面的基因，如果其中一段是编码蛋白的基因，那么它会变成mRNA， 然后上面有密码，每三个氨基酸、三个核苷酸对应一个氨基酸，这一条蛋白质的链形成一定的三维结构，起功能。我们如果知道一个蛋白质的一段，我们可以去找它的相应基因，然后可以推出它整个结构。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一个蛋白质，通过分子生物学去找跟它相近或者相似的其他蛋白质。蛋白质直接找蛋白质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蛋白质化学是不好做研究的，可以做研究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如果知道蛋白质的情况下，通过分子生物学可以比较好的技术上找跟它相似的蛋白质。所以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理是互补性。互补性在生物学上是拷贝遗传信息的原理，但在技术上这是一个实验的技术。实验的意思的技术的意思是，如果你知道一条链，你可以找到另外一条链。所以如果你知道这条链的信息，你可以把这条链做成探针，其中放进同位素去，或者放进
可以带荧光的碱基去，或者其他方式。你用一条链做成的探针，就可以找另外一条链。如果你找到跟它100%互补的，那么就是找它自己。如果你找到跟它有一定程度的互补，但是不是它的，那么就是找到它家族的，也就跟它有高度相似但是不一样的其他的家族成员，蛋白质家族的成员。你用一条链找另外一条链的时候，找高度一致的，100%一致的，靠不到100%一致，你找的方法是通过你在做实验的时候调节盐浓度。当盐浓度高的时候，它帮助你去找到其他的链；当盐浓度低的时候，你要求找的较高。所以在你找其他相似的蛋白质或者相似的 cDNA 的时候，实际上有保真度的问题，所以也可以叫 high stringency 和 low stringency 的 hybridization。 所以你通过这一套整个说的原因，是因为你要考虑到1983年美国和俄国的两个组找到了嗜干细胞里面嗜脂红质的序列，因为它的含量大，人的视网膜有 1.2 亿的嗜干细胞，但嗜锥细胞只有600万，你嗜锥细胞里面的蛋白质就比较难分离纯化，它占的量小，所以你怎么去找它的蛋白质就不好找。所以这个时候你通过已知1983年的嗜干蛋白去找到嗜锥蛋白的基因，然后通过嗜锥半蛋白基因推出嗜锥蛋白的感光的蛋白的序列。所以这就是一位研究生做的工作，这研究生的名字叫 Jeremy Nathans， 他的父亲是1978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是因为发现限制性内切酶，对分子生物学重要的一个工具酶。然后他父亲是 Daniel Nathans， 然后 Jeremy Nathans 在斯坦福大学读医学和哲学双博士 MD PhD， 他在的实验室是做果蝇的实验室，这人叫 David Hoganis， 他的老师，他在他的老师那里学了分子生物学，他爹也是做分子生物学，他老师也是做分子生物学的，那他决定他要找嗜锥的蛋白。所以他先把以前两个组找到的嗜干蛋白嗜脂红质，他也找了嗜脂红质的全长，而且把人的基因找到了， 把牛的和人的他都找到了，这是他1983年的 cell。然后他找到了牛的嗜脂红质以后，他想找牛找人的嗜脂红质，也找到了。找了人的以后，他还想找人的嗜脂红质之外的，也就是说他想找感嗜觉的那几个蛋白质。那么他用的就是用牛的找到人的 rhodopsin，再用人 rhodopsin 的基因做探针，找人的其他的跟 rhodopsin 相近的蛋白质的基因，所以这样他就找到了其他三个基因。所以他在1986年就再发了文章，然后发现除了嗜脂红质以外，另外还有几个跟嗜脂红质是有序列相似性但是不一样的，其中有一部分相似性是 41% 在氨基酸序列上。这样的话，他从牛的 rhodopsin 找到人的 rhodopsin， 找到人的其他的 opsin， 就不是嗜脂红质。那么他在人里面一共找到四种，一种最高度相似的当然就是 rhodopsin 本身感受光亮程度的，另外三种就应该是感受色觉的，跟色觉感受相关的感光蛋白。这个时候他拿到四种感光蛋白的基因以后，他面临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其中的三种
分别对应于哪一个色觉蛋白。所以这是他发文章，一个研究生发文章，1983年的 Cell， 1984年 PNAS， 1986年 Science， 啊，这是他确定另外那三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分别相遇哪一种色觉蛋白。所以他是拿到了这些基因，然后怎么来看感受哪个色觉。这个做法会有多种，生物学多了一点的人会说，那我分别把这三种基因表达在细胞里面，然后给细胞不同波长的光，看这个细胞对哪种波长的光有反应，然后证明这一个感光蛋白是对哪种色觉有反应。这个实验听得过去很容易，这个实验是不好做的。原因是这个蛋白质表达在细胞里面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它的感光需要视黄醛，所以其他细胞里面就丢进视黄醛去，是不是够？不清楚，你可以丢进去。另外，它是要通过它的有一个细胞内区域，它要跟三联基蛋白要有偶联才会有信号下去，要不然你看不到它生物信号。然后当时1983年视网膜里面的三联基蛋白并没有都拿到，拿到以后你如果放在另外一种细胞里面，它能不能跟它下面的偶联也是不清楚。所以这个实验设计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不清楚。但你可以试几种细胞，试一些常见的培养细胞或者是爪传卵母细胞，你试试试，这些东西就试到有，你这个结果大概是有很高的提示性；试到没有，你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细胞里面做不出这个实验来，还是你自己笨，实验做得不好。所以阴性结果很难发表的原因，不是大家不让你发表，是阴性的时候原因太多了。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你不会做实验，所以你不能说我不会做实验，所以我说人家是错的，或者说我说这基因是没功能的，所以不太容易做。所以这个实验是不好做的，所以他得动脑筋想别的办法来看那三个基因，视紫红紫之外的那三个感光蛋白基因分别大概感什么颜色。所以他做的方法实际上是很简单，但是很漂亮。他说，你们不是说有色盲吗？我们把那色盲的人抓来，把色盲的人的他这几个基因我都把它克隆出来，那看他这个色盲的人和其他不色盲的人在基因序列上差哪一段，哪一个基因坏掉了，那么这样就相应于某一个色盲就对应某一个感光基因。所以他86年的第二篇 Science 是这样做的，是用色盲的人来做的，就正常人和色盲人的比较。我们同学里面可能没有色盲，因为中国的体检把色盲禁止读大学或者禁止读大学的某些专业，这是一个疾病歧视哈。美国的规定是不可以这样的，色盲也可以做医生。这是我们一般的人在感觉上可以看见的正常图像，同样这个图像在不同色盲的情况下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他的感觉跟有色觉的人是不一样的。色盲其中一部分是遗传造成的，其中遗传造成最常见的是所谓的红绿色盲。那色盲在白人男的里面是相当高的发病率，在女的里面发病率很低，但是白人男的里面红绿色盲一般来说主要都是通过母亲遗传的，是因为这个基因正好是在 X 染色体上面，在 X 染色体上面的话，那么女的有两根，所以坏了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男的只有一根，坏了一根这个 Y 染色体不起作用。 Y 染色体很短，含的基因很少，
所以大部分基因都没了。所以在 X 染色体携带的性染色体相关的遗传，那么都是妈传给儿子，包括红绿色盲，包括特定的血友病，都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是看自然世界的差别，这是模拟不同的色盲，看同样这一块东西，色盲他看的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是把这些人要来，要他们的 DNA， 测 DNA 就可以了。基因的变化的好处是你不需要原位做，你血里面的 DNA 和眼睛里面的 DNA 大体是一样的，绝大部分序列是一样的，所以你学血细胞的 DNA、 皮肤细胞的 DNA 测个序就可以了。或者是像他们这些早期这些男生做实验都是用精子做的，他自己都是用他的精子建一个 cDNA 文库然后来做，因为他这个 DNA 很多也没有痛苦。然后各种色盲的分析了，现在我们知道色盲的几个基因在哪里。所以红绿色盲之所以发生的多，是因为所谓红绿色盲发生多，是因为所谓红绿的这两个感光蛋白，它们的基因是在进化上最近从一个基因变成两个基因的，所以有一个 duplication， 所以它距离很近。所以既然它在进化上发生 duplication， 说明说这段 DNA 经常不是那么稳定，那么所以它们发生各种各样的毛病的可能性也大，所以红绿色盲发生的比例比较高。